铜牌获得者古拉卡斯加，来自白俄罗斯。银牌获得者斯特凡诺娃，来自保加利亚。金牌获得者阿尔泰瓦，来自俄罗斯。有请世界体育总会主席海滨维杜鲁根先生为获奖委员颁发奖牌。有请2011年北京首届世界柔道会组委会主席、北京市体育局局长吴新安先生为获奖者颁发吉祥物。Please welcome Mr. Li Yichang, Executive President of 2020 Beijing Royal Court Combat Games. Please welcome Beijing Court Heroes to present the medal.请全体起立，跟国旗奏国歌。